好，开始往家走。好消息是，我终于知道从市中心跑到这儿，包括骑车得多长时间了。如果是骑到家呢，从新桥的地铁站大概要骑20分钟，然后骑到这儿的话大概是15分钟，所以这里要走回去的话大概要走半小时。好，我们倒着说，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刚才给学生上完了，希伯来，希伯来。上完了拉丁语，我们的剑桥拉丁语开始第二册了。好消息是吧？肯定是个好消息。我也是挺期待，说实话，在第二册能够重新找回来这个当初的状态啊。那这一次肯定是可以学到后面去的，会有人。不敢说三个孩子都能够一路学下去，但至少来说，肯定会有1到2个可以一路走下去。那对于我来说就不是坏事。如果下一周学校那边的拉丁语也能开张的话，就两条腿走路了。学生那边也是希望我能够出一份所谓的电子版，或者说讲义版，也就是带全文翻译的那种。我还是要，我希望能把我的第二册的那个玩意儿给它找到，否则的话要重新做，说实话量也不小啊。我现在其实没有像当初那么大的兴趣，全文的去扒一本书了。主要是其他的有很多事情已经在做这种事儿，是吧？现在的希伯来语那边再全文翻译一本书，这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好，然后希腊语那边也是要把王希穆的那本小册子，哎呀，给他几乎是全面的复刻一遍。然后再来一个拉丁语这边，我们就每天我大量的时间都会泡在打字上了，到时候看吧。好，这是关于今天晚上拉丁语这边，然后，快要上课的时候呢，收到一条学生家长发过来的信息，说没有时间复习，怎么怎么样，考试能不能延后？我就没说今天要考试，我不知道他就怎么想起来的。我没说今天要考试，我只是说今天要搞第二单元，啊，不是，哎，第二单元也没错，我就说今天要搞第二单元，就是第二册。考试不着急的事儿啊，不要自己给自己搞出很多压力来。考试下礼拜再说吧。这就是我说的，有很多家长，哎，我觉得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就光是一个这个兴趣课都要搞得好像死过去再活过来一样，我就觉得那这真的就是你隔着屏幕，你隔着108000里，你都能感觉到他在不断的把他的焦虑往你这边传输，这很难受，是吧？我觉得我一点都没冤枉他们。当初跟北京那边闹掰的时候，是吧？我就说你们不要把你们这种我觉得没必要的内卷的压力源源不断的甩给我，我不想搭理这种东西，我就只想把这个课上下去就完了。而且我也没有求着他去帮我招生啊。换句话说，他
他希望我能挣点钱，我就没有想过要利用他来挣点钱啊。今天下午在直播那会儿，哎，不对，今天中午在直播那会儿，还有人说你的希腊语是收钱的吗？好问题。其实我所有的课都有两种，一个是收钱的，一个是不收钱的。啊，尤其是三个古典课程都有收钱版和不收钱版。至于你想上哪个版本，似乎取决于你在不在跟我同一个城市。比如说，如果你跟我在同一个城市，都在温州的话，就完全可以报我的不收钱的版本。但反过来，如果你不在一个城市的话，那目前来说，这个课程就是收费版。所以我还是很希望温州人民能够支持小弟一把，是吧？你就来几个人报我的免费的课程吧。那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啊，开个线下的免费课，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想做的事儿。目前的话，有了一份全职工作，不再是当年，也不能再是当年，不像在前面的1年0.3个月里面是必须要靠给别人上课赚钱啊。唉，那晚上确实是降温呐，还好刚才吃了点东西，还比较能燥，现在的话是穿着一件大衣啊，裹着件大衣在那跑。如果温度还要往下降，恐怕大衣都不太够用了。不过在宁波都能扛得过来，我觉得温州应该也糟糕不到哪去吧。这是今天晚上的事儿，很高兴学生开始了第二册的学习啊。然后咱们再来聊聊别的。今天下午的话，希腊语那边，希腊语第13课吧，差不多。第13课整完了前面的一半，也就是语法的部分。整个课程是25次课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非常明显看得到一半，就是这门课终极阶段走完了一半。接下来的话还有大概12、13次课的样子，终极部分结束。然后我们会开启第3阶段，看这个架势，这个人还要跟着学第3阶段。那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3方面的事儿。阅读那边的话，开启古典希腊语的阅读，也就是，我不打算继续我们的圣经读本了，去找一个古典读本。第二，在语法方面，主要学2个东西吧，一是用法，或者也可以说是句法，第二是诗歌的韵律。这两个是主要的，其余的就是语法。如果还有其他涉及到的部分的话，可能还要有些补充，比如说希伯来语，不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互译的问题，音译的一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小问题了。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是把词性变化之类的东西做了一次，终极就是把它做了一次大复习。另外，做到现在的话，非常明显的发现，希腊语这边的话，我们的加勒泰书快要读完了。如果把下一次，也就是14课的东西加进去的话，下一次就是加勒泰书第6章的前面的一半，差不多。再下一次就是加勒泰书第6章后一半。没了，加勒泰书就读完了。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刚才我收到信息说，昨天晚上下单的那几本书开始上路，这也不是坏事，我还挺期待着他们能早点到的。毕竟，无论这个学生的拉丁语课开得出来开不出来，无论结果如何，似乎跟我去不去读这个书不完全是一件事儿，或者说就不该是一件事儿。简单说就是这门课你开不出来你都可以去读的，对吧？开不出来你也可以读，就不是说他不学了我就不干了，他干不干跟你干不干不完全画等号啊。啊，这是下午希腊语的事情。好消息就是呢，这个学生会跟我一块儿学下去，学第三阶段，就给了我继续深入的一个可能性啊。中午的时候出门把，哦对，没事，先把这个事说来。中午的时候出门去了一趟博物馆，这是我第五次去了啊。就这三个礼拜吧，到了这边的三个礼拜，每个礼拜都去博物馆两次，但是每次去的时间都不长，因为住在这边了，我没有必要在里面一口气跑四个小时之类的，就每次大概在里面就跑一个小时，而且只看一个馆。回家路上，对呀对呀对呀，还好吧，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时间也不算很晚，你要是在不夜城上海的话，这个时间，尤其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是年轻人还在外面还在嗨呢，是吧？还在嗨呢。你要这个时候到上海网红路上，比如说去淮海中路上走走，你看多少年轻人是吧？还在嗨呢。周末啊。唉，让我觉得萧条的是，比如说我去安徽，对吧？我去安徽去合肥的时候，当时晚上9点钟，合肥啊，那个是人家省会啊，安徽的省会啊，9点钟在大街上就空了。我当时好像是11还是什么时候去的吧，也不算是那种特别冷门的时间，真的是大晚上在大街上没人，大街上没人，最当红的那个大街上没人，太吓人了。那毕竟那个时候我还在深圳嘛，那整个比较起来，深圳你不要说是晚上9点钟，我的城中村你晚上11点半你到城中村去，灯火通明，一点都没有要关门的意思。这就是差距，说实话，这就是差距。去哪儿了呀？去哪儿？就在我家，离我家不远。你看到河对面了吗？这些闪光的，这闪光的，就是我家的这一片豪宅。当然呢，叫做金玉其外，非常明显的金玉其外。就比如说这一次光是搞我那个宽带那个事儿，就折腾了一周半，差不多折腾了快一周半都搞不定。你可以想象有多金玉其外了。内部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没有理顺，看着外面是很高大上啊，而且也不便宜哦。假如说以后我不在这个学校干了，我估计自己是租不起这个地方的。在这儿租一个两室一厅，2800块钱一个月啊。
对呀、啊，我这路上是没什么人呢，我这谁晚上到这个奥体公园这个地方来呀？你以为是北京那个鸟巢水立方吗？而且我估计现在鸟巢水立方在北京这么冷的情况下都没什么人了。我这地方其实也是这里的奥体中心，因为你看到的旁边这个地方其实是亚运会龙舟赛事的场馆，或者说场地。这次的杭州亚运会的龙舟比赛是在温州，在我们这地方搞的，很有意思吧？说到哪了？哎，对对对对对对，是很正常，是很正常，那是很正常。我在我老家才1500呢，而且还全装修，这地方可是没有那么好的装修哦。我还记得我当初从老家走的时候1500块钱，还是1200块钱啊，当时觉得挺好。而且找了个人合租才几百块钱一个月，多好啊。这2800一个月不符合躺平族的气质。躺平族一个月这个租金高于800都得犹豫。高于800都不算躺平。躺平族应该在大概400左右我觉得。哎，你别说400多块钱怎么可能租得到。躺平一族还不明显吗？你真租得到哪儿？威海乳山拉长了住，你信不信？你真的400多块钱你就可以住得到，而且还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那当然质量好不好是一回事啊，但至少说东西都有，对吧？这才是躺平一族会选的地方。躺平一族有谁来租这个东西来躺平的？那不叫躺平一族，那是属于已经财富自由一族，那不是躺平，那是财富自由族。反正里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槽点，你像我之前我们的人事部门就跟我举过一个，可能是上海那边来的一位吧，就比较金贵啊。我有点不太理解的，就是一个男的活得那么金贵干嘛？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你是个糙汉。是，咱们就是土鳖扶不上墙啊。啊，那个男的就是说，这个宿舍有异味。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他以前住的地方。宿舍有异味，怎么样？在我看来，就是没吃过苦，或者呢，也有可能是反过来，就是他以前住的地方太苦了，于是他摇身一变呢，就有点疯狂男心态，老子以前受那么多苦，你还让我怎么样？老子以后就要做人上人，我就要怎么样，可能有这种心态。哎呀，你把我说成孤魂野鬼了吗？那，那边有一个那个之上是吧？那边还有一个超市呢，旁边还有一些住宅楼的嘛。跟着我走是吧？带你见见人。我住的这地方绝对不算，或者学校所坐落的绝对不算是特别市中心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偏了。它旁边就是相当于村子，城乡结合部了。不谈收入。那这我学生都跑来问我说，前天晚上学生还跑来问我说，老师，这个学校给你开多少钱的工资啊？我们都有协议，好吧，都有工资保密协议，反正没什么钱，反正没什么钱。我还是那句话，我其实如果不加这些
额外的一些工作内容的话，我现在的工作量就是一个普通老师的一半，就是学校里面老师工作量的一半。那我拿别人一半的工资又怎么了吗？很对不起我吗？我不觉得呀，我不觉得很对不起我呀，这很正常啊。你给他创造多少价值，你就该拿多少工资啊。你现在工作量就只有别人一半，你拿别人一半的钱很正常啊，对吧？也不谈钱是吧？不谈钱，不谈钱，谈钱伤感情。但是你要这样算，我之前还没什么收入呢。我前面干了1年零3个月的自由职业，我没啥收入，任何人都可以吊打我，任何人都可以吊打我。所以，人家谈钱没意思。而且这个收入多少，其实，跟不同地方差别也很大。其实你自己大概一搜就知道。反正我是有点不太相信，有些，比如说之前深圳那边抛出来的那个价格，我觉得虚高。我只能说，也有可能是被平均化了，是吧？有些人拿的特别特别高的，这个对平均把大多数的好像都给提高上去了似的。没有，大多数的人不那么高。而且说实话，我还真觉得收入这一块，你得怎么看呢？你得算净收入，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收入减掉你的开销，或者大开销，你再来谈收入。啊，有人说我收入特别高，但是你天天得吃鲍鱼、海参，你花销也特别特别高。花销也特别高，别人有好多东西要养，是吧？还得养家，还得房贷，还得车贷，还得在这儿扎着根，还得养一个吞金兽，养孩子，孩子在。然后呢，可能有些人呢得养个老婆，还得再养个小三，然后再养个小四，啊，小五、小六、小七，是吧？花销也不少。所以，关键在于你要维持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对吧？你要假如你就是维持一个躺平人设，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如果就到威海乳山去，400块钱一个月租得到，租得到。那其实你如果就只找得到一个3000块钱的工作，你都还可以一个月攒下1-2千块钱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关键你要怎么活？你要说，那这个东西，我这是在大城市，我在大城市，我要养孩子，那这个杯水车薪，是吧？关键你要怎么活？好，我们接着往前码。中午出门去第五次，我们把温州博物馆的历史厅终于逛完了，而且是比较，还算是比较仔细逛完了啊，做了很多的笔记啊，拍了很多照片的那种，比较仔细的把历史厅逛完了。那我也觉得博物馆基本上就逛到头了，虽然它还有些其他的厅，但我几乎可以100%的相信，其他的厅加一块的价值都没有这个历史厅来的大，就是。有些博物馆里有好多个厅，但是它只有一个厅是里面的王炸，是里面的王中王，是里面最核心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它的王中王，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走了它，其他的你走不走其实问题都不大了，你肯定能找到比其他的厅都好的。但是这一个核心的历史厅可能就只有这儿才会有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到宁波去，你不可能说宁波的给温州打广告啊，展示一大堆温州历史，那多奇怪的。本来这两个城市就是有点竞争关系的东西，如果说不是杭州的后来居上，因为
马云的事情后来居上的话，那宁波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老大，是浙江老大，然后后来因为互联网这一波，宁波屈居亚军了，是吧？一直都不太服。然后第三名就是温州。但我觉得这困境，宁波跟温州也多少有点，你瞧不上我，我瞧不上你。啊，这是博物馆这一出，所以明天的话，我还是约了一张票，明天再去看其他的几个馆。如果觉得乏善可陈了，那博物馆之旅至少我觉得就算完成了，算完成了。我觉得怎么说呢？来了这边，对吧？来了温州，就尽可能的在温州多装备一下自己的头脑吧，争取多一些收获。哪怕到时候你离开温州，对吧？工作各方面的问题啊，自己又想念自己的自由职业啦，不管怎么样，你离开温州至少也要带一堆的收获走，那我觉得就不亏嘛。主要像我在广州啊，虽然说那个学校最后是不欢而散，但不欢而散归不欢而散，你在那两年有没有做出足够多的价值是另外一件事儿啊，是另外一件事。就像我说你在广州有一门法语或者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已经值回票价，更何况你是两门语言啊，对吧？你在那儿学了两门语言啊，而且都达到了一定可以拿来用一用，可以拿来上上课的水平了，我觉得已经够了，你还想怎么地呀、啊、对吧？你还想怎么地呀、啊、有两个东西要分开，是吧？在那儿过得愉不愉快跟在那儿有没有意义也不能画等号，也不能画等号。你说我在深圳那四年愉快吗？不好说，很难说，很难说。最后也多多少少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但没有像在广州闹得那么狠啊。广州那是直接把我给开了，相当于说我犯了他们的大忌讳，是吧？但我觉得是真的是，唉，钓鱼执法，这属于积重难返，钓鱼执法，早就受不了你的这种做派了，自由主义的做派了，仅此而已。好，我们再聊十块钱的，然后我就准备回去了。晚上的话，外面其实也挺冷的。那么，如果结束了博物馆之旅的话，接下来去哪儿是个好问题。就好像刚到深圳当年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去市中心，那现在差不多也只知道去市中心，去走一走这些最繁华的地方，去看一看，去逛逛街，你也只知道这样。但随着在这边，是吧，在当时在深圳逐渐的参与一些活动啊，认识了更多的人啊，开了各种各样的班啊，哎，你就有地方可以去了，你就有聚会了，其实是一种更深入的进入到本地的文化生活当中，这是我所期待的，这是我所期待的。我期待的能够跟本地人有更多更多的互动，就像当年在，这美好的日子，像当年在宁波的时候，对吧？当我们的开学的第一周，或者说培训的第一周，其他的老师们还在报名参加什么宁波一日游，学校组织的宁波一日游的时候，我已经在给宁波人上课了，我已经在我的拉丁语课已经开起来了，也就是属于在搬家去宁波之前就已经开始招生，到了宁波之后马上就可以开工的一个状态。我说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期，那是在疫情之前，那是自我感觉最爆棚的时期啊。现在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
现在找点生挺难的。上礼拜倒是有人，终于有一个温州本地人跑来问了，或者至少来说是温州，大概率是本地吧，反正是温州这边的人跑来问了，说你的西班牙语课怎么样。终于有一个人来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来问。我还挺期待着说能够在温州这边至少能开出一到两个的线下班来啊。好，然后再来说说看今天上午是吧，上午的话其实就是给下午的课程码一个多小时的讲义，码讲义。其实上礼拜也差不多，上礼拜是师傅上门是吧，装宽带的师傅上门，他在折腾宽带，我在那儿给学生做讲义，基本就这样。所以上午基本上也就如此了，然后做完讲义之后就出来是吧，蹬个车往市中心那边跑，仅此而已。稍微说一下，再多啰嗦两句吧，就是如果明天我们的博物馆之旅就毕业了啊，对，博物馆这个我的新同事啊，有一位新同事，因为年轻的妈妈啊，我们教务处的一个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问我说你在分享的那些博物馆让他觉得很感兴趣，问我说去博物馆的话他也想去，是不是得提前预约。这是好事，好事，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不同。他不是第一个来问的，其实之前还有其他人也问了，另外一位老师也问过我说没有想到温州博物馆还有这么多丰富的展品藏品。对，没错，呵呵，没错，你让他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对吧？咱们在这儿多长时间了，在这儿那么长的时间他们都没有想到过，也许他们有一个宝藏就在他们隔壁，没想到过。那对于我来说无非是延续了之前在外地旅游的这么一个常规习惯，对吧？去甘肃，在甘肃那一路一直到新疆，甘肃到新疆这一路只要那个城市有博物馆基本上我都去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那样最大的一个是甘肃省博物馆，一个是乌鲁木齐自治区博物馆，人都多，人都超级多啊！肯定的，假期是他们的最火爆的时期，人都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挺值的。就是看完了之后你对那些瓶瓶罐罐就基本上通关了，就不太想去看瓶瓶罐罐了，也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来，至于后来去上海看上海良渚展、良渚文化展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些瓶瓶罐罐就不够看，完全不够看。这才多少藏品啊，是吧？这才多少瓶瓶罐罐啊！我在甘肃省博里面随便拉出来，一个说没有说几百件吧，一百来件是有的，一百来个瓶瓶罐罐，是吧？够你看的，你看够了，你看吐。反而我可能比较期待的是你像新疆是吧，那就有点西域风情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会更让我感兴趣一些了。但实际上去了新疆我也没有觉得新疆有我所想象的那么的味道，当然我可能没有去那种特别有新疆更有新疆味道的那些城市，比如像喀什啊比如说南疆的一些某些地方啊，也许没有去，所以你不会有那么强的那种感觉，你只是去了一个它的首会嘛，加了一个哈密。新疆肯定值得再去，包括整个大西北，这一次去大西北是真把自己对大西北的向往给体现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包括整个这个旅游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从来没有让自己这么折腾过，是吧？就坐旅游大巴或者旅游车，长途汽车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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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前跑，从来没这么去拉练过，但是对自己锻炼很大，锻炼很大。那么如果我们的博物馆通关了，那我可能会去想别的东西，包括明天的话去办一个自己的这个工资卡吧，今天是忘了把身份证带出去了。然后我们换一个主题，比如说信仰，信仰。当时在搬家之前，在上海，其实我也在各个教堂门口去打卡呀。那我想的话，在温州咱们也找一找，是吧？温州的
天主教堂、温州的基督教堂，包括如果这里有所谓的穆斯林的清真寺的话，咱们也去看看，对吧？咱们也去看看。那我觉得信仰也可以是可以去好多地方的一条线路的线路。同时呢，更积极的去寻找，也许我们能在这边开出自己的课程来，能够有自己的一些聚会，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去思索的，要去思索的。也是给自己挖一个护城河，就是如果在这边工作不顺，至少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让我立刻的转换一下赛道啊。好了，那今儿晚上就说到这么多，明天的话还会再去一次，所以到时候肯定还会有从车站走到从车站走到博物馆的这么一路，到时候再跟各位总结一下明天上午的一些收获吧。明天见，拜拜。